好像死不了，烧起了，该拉贝隆那一刀，没放枪了呀。 这个墓碑啊！从零开始的异世界你看了吗？我看了，我就喜欢艾米莉亚，我超级喜欢艾米莉亚。 主播希望主播以后的女朋友能给主播 cos 一下艾米莉亚。我觉得艾米莉亚太好看了，太漂亮了。我不喜欢雷姆，我喜欢艾米莉亚。有人认为我们是邪恶的，他们该是有多天真。 今天赢了六局了，打六局赢六局。哦，坏！哦，跑起来了，踩死了，操！哎呀，W 接风第一人啊，兄弟们！W 接风第一人啊！ 闪现了！我这发 Q 其实就预判他闪的，但是没有预判到我想要的那个位置。
其实打不了亚索，我是降维打击了，所以你觉得好打，不打不好打。造物主的极致作用，很难打亚索。结果他没单杀都气死了，估计英雄十一争锋是看过没看过，英雄十个十一争锋看过，这是英雄十个那会儿火不是，这是英雄联盟那会儿火的时候很好看的一个小说，这个我还真看过。我窦婴归队，有味没兄弟们？我窦婴归队。玩什么小说？我现在只看爽文啊！我现在只看爽文。爽文就是爽文就是后宫无限呀，无数后宫，男主觉醒，男主刚开始屌丝，然后觉醒，后宫无数，见哪个拿下哪个，这就是爽文，解压的文。什么激活了那个系统，对吧？什么激活了系统？叮，男主先被甩，然后叮，激活了系统。阿金都生孩子了，你啥时候？我不知道我啥时候，我连对象都没过啥时候。哥们儿现在连个女人都没，妈的，晚上还得要自己做手艺。晚上有这个孤独的还得自己做手艺，你跟我说结婚，胜利是唯一的存在，我真不知道。我们将夺取一切。
一天几次啊？一天几次我倒不知道，一周两次吧，平日大概三天一次吧，或者有时候十天两次，有时候三天，有时候五天吧，有时候三天，有时候五天。我对这东西现在没那么痴迷了，对这东西现在没有那么痴迷了。以前小的时候，以前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一两天就想研究饭，但现在就没那么痴迷了，就还好吧。小满呢？那我分开了呀，我分开了，没办法，有些东西太远了。小满广西的，我他妈河南的，1000多公里，有些东西没那么简单的，或有些东西可能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不是家庭背景，我俩家里都是那种普通人，我俩家都是那种普通人，但是没办法，有些东西太难，就是有真正的一个理想型的一个结果，很多东西其实就是那些瞬间吧，把那些瞬间记住就好了。对，就是因为都是普通人，所以距离这个东西太难了，距离这个东西没法改变的。之前在小满家直播，之前不是小满家，之前租的房子，之前租的地方，租的那不是很正常的。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解决的，有些真不是你努力就能解决的，好吧？因为我不管是，因为我去那边的话，我直播做完就不知道能干什么了，所以说除非就是说你们就是那种高学历的话，你们高学历的话是可以双向奔赴的，